这里很滑。周末会有贵人子在这里。这个我们到第三间呀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Bukit Damansara 这里。其实不是在 Bukit Damansara 啦，我觉得就是加兰曼丹呐。今天呢是有很大阵仗的人来陪我一起走这三间最荒废、最荒废的屋子。有多大阵仗，你们自己看就有啊。包括我们的，走开。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，我的人生第一次探险就献给了你啊。好，希望你要好好保护我们啊，靠你了哈。然后这个。嗨，你好，我是杰森，我们要探险家。哟，我今天才穿车，真的。然后今天又来，看你来不怕死，怕 ，never give up。嗨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你骑这个灯很像有一点这么样的。我发现灯有蛮符合这个节目的。刚刚其实我有上去上面看了啦，还蛮猛一下的。大致上我应该会分两批啦，第一批是走路上去，第二批是坐车上去。走路上去是因为讲我们怕等一下上面会突然间有那种 guard 啊跑出来啊，这种东西很恐怖的嘛，对不对？人吓人吓死了嘛，所以我就坐那第一批的白老鼠啦哈。我的车变成道具了，好惨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了三间屋子连在一起的这个荒废了的屋子，就在我的身后，所以你们看，荒废哦，这里是正门来的，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去里面，希望等一下半路没有赶来吵我们还是怎么样啊？真的，不然的话真的是人吓人吓死人。这里的草很多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一点怎么样哎？第二批也上来了。哇，这是要小心脚下的。找不到那个可以插伞的地方。以前啊，我都是用红蜡烛，要不然就没有用蜡烛。这次用白蜡烛是因为我要照他们上来。听到你的小孩子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学，你们看就好。就是哥哥以身试法。那香断了。有一个人要注意啊，其中一个人要注意啊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内部，我们从大门进去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应该是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真的。为什么这里有一片很大片的镜子在这里？小孩子的那个彩色笔。这个锁死了，我也是到了。厕所了，可是可以看得出这个厕所是很豪华一下，对那个瓷砖。瓷砖还很美。我也是到了。其实就是外面咯。这是主人房应该是吧。看一下下面。这里是可以通过去隔壁那个吗？对，外面就是这个大门这里啊。这里有一间。Sorry for disturb 啊。厕所啊。来。去厕所。这里。他喜欢上厕所的。这里我就看到很多那个冷气的残骸。
大堆，然后这里又有一张椅子，很诡异的。每次是去到那种荒废的地方，看到这种椅子啊，真的很诡异的。我操，这是小房间吗？哦，还真的是。哇，这应该是厨房了吧？这应该是厨房了。你觉得全部都是通的嘞？你看这里还有门呢。哇，游泳池，外面是一个游泳池。哇，真的很大的。应该是厨房哎，这里全部都是厨房的那个布局啊，看这个就知道了。这是厨房来的。这应该是最近荒废的，你看，好像它的那个水池那个垃圾很深。觉得这里还有东西哎。问外面是什么？这边有一个泵，然后这边是那个，我觉得是浴室吧。哦，这里就可以通去大门了。这空了出来了，我们上去了，我们先要上去了。哦，怎么这里地板这样湿了，漏水下来。哦，是啊，漏水啊。不好意思，打扰。不好意思，打扰。哇哦，这很大的空间哦。哇，这应该是客房来了吧。不好意思，打扰。哇，推不开。厕所，又是一个完整的镜子。那椅子，哎，房，这是那个客厅啊。那我有看到，我刚才走过去吧。啊，那我刚才走过去吧。好了，冷气的残骸。哦，你看见我们主播没？有啊，我有盲点的那样的。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东西。完全没有。你们被折了。这里我就有看到很多那个冷气的残骸。所以，所以看东西的是谁？看东西的是你爸。我呢？你爸。我要走过去啊！这里是冷气的残骸。我们只看，所以只有你看到，我们没看到。这样有该两种可能了。第一，如果用科学一点讲的话，就是你们只看那一扇，没有看这一扇哦。另外一点的话，就是你们被遮了啊。那就是看回我们影片知道。这边很诡异啊。一个，全部那个房间都很大的。就是那个床那边是。哇，下面就是那游泳池哦，很暗。这边很暗。走。阳台。阳台。哦，阳台啊，阳台。我觉得应该没有盖了。就算你们盖，全部都被吓跑了。好，我关门。好，你们关了。哇，这里很多片镜子哎，真的很多片镜子哎。很像昨天讲的那句话。哇，这个厕所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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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鬼哇？哇！这根本就是他做的家嘛！这你们看到东西吗？因为我看不到东西。转一下。哎，是有那个阳痿墙吧？可以看到后面这样大。我都不懂要怎么形容了，你看。这个镜子真的很大，拿来拍抖音肯定很爽。怎么样？
这里是房间，跟那个楼下的格局是差不多一样。下去啊，我们去那个游泳池那边看一下。哦，这里玻璃很多耶。这游泳池还蛮大一下哦。哇，不错耶，这太黑了看不到耶。哦哦哦哦哦！这个是那个鱼塘来的，就是养鱼的地方。然后隔壁就是游泳池哦，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水在那边。哇，这边还有那个轮胎。好，这里就是这个休息室。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啦，就是望出去看一大堆裸体美女在那边抽凉了。哇，这不错哎，又是厕所。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恐怖。哎，地下室。地下室下面就有一个很诡异的图在那边。哇。OK， 这里你们看第三下啊。小心啊。看第三下。哇，这个粗啊！这个、哇，老哎呀！你们有看《Conjuring》的戏吗？他们下一个是一个 piano， 然后现在就来一个粗，哎，不是粗的，好像讲娃娃了。不是啦，冷静啊！你等一下，你害杨宝贝的店没有版本，这里有那个版本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房间啊，然后。没东西啊，哦，这里还有那一个盘啊，那些哦，很多这一种类似的清澈的包装煎茶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动作拿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中文好，看到你扬了音就知道哇，很好哦。是啊，是。哎，快来拍一下，转过来这个。Alpha Day，What the fuck？Alpha Day 它是马来人那个。没有，它是马来字啊。六零，它上面有写 Alpha Day，Alpha Day 它是不是马来人他们过世啊？这一个盘，可能不排除当时候是这边的主人过世了过后，给他们的纪念品来的，剩下来的。长板。好，哦 ，OK， 这样多垃圾了，这是厨房啊，哦 ，OK， 又是厕所对不对？又是厕所对不对 ？Yes bingo， 它是浴室。你看有搞、哦。养猴子之类是吗？你看它有高，会有人猫，山猫。猫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有一种有钱很想养一种叫做山猫啦，很凶的啦。我不懂是这些龙养啊，但是小鸟是吗？还是？啊，不过是养动物啦，看起来。现在这里是第二间，它隔壁的这一间荒废的屋子，你们可以看这里真的很多那个垃圾。哎，你们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鲜花，鲜花。鲜花。这里真的很难走啊！哇哦！哇！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？OK 吗？你们 OK 吗？这里花。很花，这里很花。这边很花。要注意，要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，注意。这很滑哦。很滑，小心啊！那边很多青苔，前面。嗯，这有青苔比较湿一点。我觉得这一间好像是那种 resort， 你知道吗？你看，掉下来了。哇 ，resort， 好像 resort， 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里叫什么吗？什么？这里就是叫什么 travel and tour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是第二间，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格局啦，然后再加上小杰刚刚是有讲，好像是 travel 还是什么东西的啦。所以我敢断定的是，这边呢不是一个民宿嘞，就是一个 hotel， 因为真的是超级像 hotel 的啦。
通常hotel都是蛮多的嘞。已经上去了，然后我们先上个最高楼，我们先攻顶。攻顶是我们的传统。其实第三楼也没有什么了，就是一个阳台吧。哇，这个哇 ，very pinky 啊，真的很 pinky 耶。是耶。哇，哇，这每一间都有浴缸的是吗？这个是男的是吗？刚刚那个是女的，这个是男的啊。哦，我是讲真的啦，这里是真的很美啦，因为你可以想得到当初啊，它这一个酒店的格局是富丽堂皇的那种。哦 ，OK。应该是厕所。对啦，厕所。OK， 其实基本上这一间屋子呢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东西啊，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看下去了。我是比较好奇啊，就有听说是讲另外几间啊，有其中一间啊是有一个日本娃娃在那个神台上面，我是想要去看啊，顺便去做一点东西啦，所以我们去找一下咯。要开一个，要开要完了，不能。这也是业主说了的，这是有人已经拍卖下来了的。通常，你不能够进去的，其实。我们到第三间了。石头，看不到。你看不到路，是没事，那看不到路吧。我们到了第三间，我是打鹅，然后这间是超级大间的，但是我要跟温妮他们讲一声，因为我们是两个人进来的。欢迎来到第三间电子锁，风风应该是电子锁啊，一样。那边可以进，旁边什么？不是这个，这里那个它的窗口，左边就是这个。这已经给人家进完去了。这次也看地上的。哇，好碎哦，应该是给人家爆玻璃进来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第三间，也就是那一个放娃娃的地方，好不容易找到。我找到的嘞。好不容易找到，然后他们来了吧？没有，他们应该不知道，我要带他们过来。哇 ，SK 应该会带他们过来。哇，哎，这是够有钱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。哦，这旁边一看到就吓到东西。左右，哇！哎，这个蝙蝠一直围着这里的。你看，很奇怪哦，都是这种现象。蝙蝠在上面，一天天在玩游戏，可以出去啊，退啊，有人来过，有很多有人来住过。攻顶，攻顶。欸，真的很有钱嘞，这里。哇！这跌下去会死，我跟你讲。你们在研究什么？我看到了最顶楼啊！哦耶，最顶楼！哇！又是厕所。我老，莫一双鞋在这里啊！喂，这个人的那个字很美，看得出是读书仔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哇 ，design 很不简单。很棒哎！哦，哇，来，这个，哇，这是主人房啊！这包定是主人房啊！这包定是主人房了。喂，这风浪很厉害哦。欢迎来到真正的主人房，文文爷。索纳。找到主人房了。索纳房，你看索纳房了一间。哇哇 ！Holy fuck！ 索纳房。哇！
玻璃发真是这收纳方法、啊。还有摊在地上，真的很热、啊欸，真的很热，然后刚好就是做手拿，嗯，耶、yeah。来来来来，这个是厕所 ，OK， 这应该是客房。我，这是厕所，这回廊也太大了吧，全部都是通的嘞。这里应该是天台来的。哇！哇，水门。OK。这个应该是，哎，这么也是有房间的。也是放食物那些。没有啊，这么就有地浪吗？哦，嘎嘎房间。呀，狗蹦。这么你这样熟悉啊？你的情手、啊。其实我探险久了，就大概就知道，就大概知道有钱人这些钱在做什么历史了。探险久了嘛，所以大概懂哦。你确定你家没有嘎嘎？有啊，有之前之前时候啦，之前时候真的下面啊。可是我们。你到底跟你嘎嘎做了什么事？啊！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地方，我是觉得哎，真的很诡异啊，这个娃娃。这么会有贵人子在这里，翻翻可以翻翻翻掉啊！应该是枕头歪了。枕头歪了。可是为什么这里会有贵人子？有一个碗，汤匙跟碗。这样我知道了，应该是放在土地公下面的。你看外面，从外面看一下这个画面，极恐怖，你知道吗？哇操！还有一个天宫座，哇，他的天宫座也是很有钱这样子啊，这个石头不一样啊。边，诶，没有写字。然后这里是他的这个地下车库，我们也看到很，哇，这是什么来的？觉得这里应该有人来过这里啊，应该是管的人吧，我觉得。没有水哎。哎，这里、啊。咦，没有水哦，还有这边厕所，你看厕所也很干净，而且厕所里面啊还有水啊，可以看得出了，这里平常是应该是有人管的，所以它的布局才会是这个样子啊，你看就知道了。咦，这么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什么来的？茶叶啊，而且还提完，还有哦，而且还新鲜哇，还有这个佛格，出来了出来了，你不是没有看到吗？我们搬一个给你看喽。哎呦！等一下我给你开光，我跟你讲。是说今天的夜间探灵，我觉得这一个物质是有东西吧，没有那么的强烈啦。不懂是不是因为那个扇子舞跳得太够力，他们不要出来还是怎么样啊？哦，来，你戴眼镜一下来。阿贝，近视啊对。近视啊的阿贝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点订阅，顺便应该最重要的是点一个赞啊，然后呢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顺便呢由于太多人的关系啦，我不可能放这里，你们去下面那个说明栏那一边看啊，然后至于杨宝贝去哪里的话，你们就不要问我啊，他去吃饭了啊。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